球队排名是我在球队中的排名吗？啊，根据比赛得分呢？约莫比还这么高，都接近七了，没人要买我吗？啊，好吧。Come on，速度慢，活被后卫追上了。哇哦！这个球竟然弹到我啊！我抢过来了。不过射门射成这样，哦，好球！哇，你们的配合太漂亮了。哦，立柱，不是的，要进。最后冲刺特性，在比赛尾时增加体力。嗯，对，选呀选呀，这个太有用了。又不进，Come on，接近12码哎！运气真好，这个角度啊，踢在对方后卫头上，谢谢啊。没人管我。我本来想传球的，看谁哪个后卫扑过来，再把球分到中间，混个助攻什么的。青云山有门将啊！其实我对门将这个位置没什么兴趣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裁判这个位置。赫斯基提出大师级的绝佳战绩。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，教练说我是一个好球员，而对手的后卫必须针对他的进攻威胁拟定计划才行。啊，踢高了！这要进得多漂亮！凌空呗，就高一点点。你怎么不去死呢？你离我这么近干什么？大力量射门就这么点力量啊！我去！好球，好球啊！给中间！哇！赖我跑得太慢了。那么好的一个点，活活让后卫卡住了。主要是教练太信任我，每场比赛都让我上，我需要休息。我还小，我每天晚上还得上课去，周末还有考试。你天天让我这么上场，我学习要是挂科怎么办？我都休息一场，体能还不满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狗屎运！就做这个球怎么到我脚下？我感觉我已经快玩丢了。我传的好，哎，还是没进。哇，马内斯跑多快？跑啊，英国比莱，你等什么呢？啊，sorry，马丁内斯，I'm sorry。
哇哦，我进了10个球那么多，我马上，我哈哈哈哈啊，排名第四哎，第一也才11个球啊，又赞赏我的成绩，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主要成员了。教练生涯模式，我应该已经开始就是找他要合同了。哎，跟 C 米兰还是自己踢了吧，下场比赛要是让我上的话，就模拟好了。球。Yes，踢偏了，这次漂亮，1-0。我操，你怎么带过来的？你太厉害了！顶到了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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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顶得跟屎一样，又得跟您跑，然后球差点啊过人了，竟然！我靠，大哥，你想累死我是吗？好球，好球，漂亮！哇，这球要进了，我刚那球没进，我就要死了啊！轰的做的还挺像的，没了，最后一双，我怎么赚这么多钱？我不知道，我从来不怎么花，可能因为账号级别比较高吧。而且我踢生涯模式踢的比较多，生涯模式，然后拿冠军啊什么乱七八糟奖励也挺多的。好了，都解锁了，我们再去看看这个小孩让他干什么吧。倒是好找，太浮夸。为什么 international duty 我还不能训练？我可以自己训练场，好不好？我是一个勤奋的小孩。我被国家队招了吗？哦，我还真被招了，shoot，come on，我被招了，啊，我被招了。我们队里就3个人被招了，而且那2个人都恶心的要命。哇，我被招了。我只是想通知你，你已经加入了英格兰球队，参加未来的国际友谊赛，对西班牙、罗马尼亚。啊，耶！我被征召喽，可是没让我上场，是不是？你让我跳到模拟到那什么之前，算了，下次再说。以后还有机会，以后还有机会。我感觉我脖子好沉呢，射门，哎，有红色头，刚才看还有绿色、蓝色，漂亮。你谁呀、啊？让我抱抱你，让我抱抱你，我好上镜。哎，我没过去吗？我过去了。啊，来了来了，耶！什么啊？Come on，我这球进了。唉，射成这个屎样了！我去，你给我传出来了是吧？我的助攻！迪巴拉可以，赶上我了！呜、哦！唉，扑到，漂亮，还是排在第三，63个积分，领先排名第四米兰51个积分啊！没想到他真传出来了。我靠！竟然又被门将扑到了！你往，哎，我的天，简直是场灾难呢！这次进吧，进了，yes，1-0。
他左脚哎。练练长传，练练长传，练练长传，我才传了24长传 ，Oh my God！ 再传24场比赛。